男子110米栏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。哎，他教练是谁呀？为什么不让他多喝点水啊？哎呦，这个疼啊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飞碟单项的比赛，她的动作有点变形啊。嗯，人民的期望真是太沉重了。犯规！这是最后一件，决定冠军的一件。哦，这一件赢了，漂亮！这么漂亮的一件，作为一个运动员，缺胳膊缺腿也不能缺水啊！快回家喝去吧。身体60%由水组成，补水可是头等大事啊！一定要你信得过的牌子。奥运会官方饮用水，冰露可口可乐公司出品。